谢谢有来看我们晨发的人。然后，熬不完，我现在就。然后还有留到最后的人，因为我们时间，我们对我们成绩分不行。然后，好问，谢谢在这条路上陪我走过的每个人，七届、九届、210外校，还有旁边那群，他们虽然每次都很雷到我们，我跟宿舍不在，啊，还有六届，对，我爱你们。虽然他们每次我跟宿舍不在就不会做事情，跳舞也不会跳，然后美萱也不会开始弄，然后每次集合我们都210都迟到被骂。然后，但是还是很谢谢你们陪我办完这个活动。好，我今天感想就是穿衣服好点。然后，好了，我爱主席。虽然他送我长尾夹，我觉得很难过。我要谢谢，就是每一个送我们留意一份子的人，不管是来看我们，就是其他外校来看我们表演，或是我们的干部，还有我们的小孩，跟我们自己八戒。然后我们刚刚有的那个影片说什么，我们都很温柔。其实我骂他们的时候都骂得很凶。然后他们也都就是很乖，都不会跟我顶嘴或者怎样。虽然他们都私底下偷讲我坏话，我都知道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然后还有很谢谢210的大家，这么忙，每个人都要补习，还来看我们表演。大家。然后对不起，伤害大家耳朵，对不起。然后，反正就很谢谢大家，然后还要谢谢八戒。虽然有些人什么事情都没做，我就不说是谁，大家自己都知道。然后你们也不要觉得我都没做事，为什么负责就没做事？我觉得很难过。啊，反正谢谢大家。有时候真的是替你们着急，但是有一副无所就是老神在的感觉，就是我就会反正就是爱你们，谢谢。因为我们时间有限，所以我们要直接进入拍大合照的部分。